遇到生活中的烦恼，你怎么办？是他告诉买家，他的这边一个小缝而已啦，我补贴你20000哦，你就等等回去修啊，就附注，对，漏水不保护，对，哇靠，结果拆出来不是只有一个小地方，是整片全部都是20000，然后可能处理完，对，那你就签了，对，对啊，那就你就认赔啦。锁定每周六日晚上的8点，敬天电视台播出的《绿油精》，看电视学知识，律师的忠言让你受用一生。